再次是要跟团。往黑海的方向走，等一下吧，现在看不到城市，没救了。来，左手边看黑海，黑海那边就是那个管制塔，所有的船能通过管制塔通过。我们到第一个休息站，就是算是吃早餐吧。现在是2:41，然后我们要去他们的国父的陵寝。对，现在好热。饭店了，然后我们住在算是二楼，我们的 view。我们放完行李，要去买水。算是第三天吗？因为第一天都在搭飞机，然后昨天一到机场就一直搭车，从伊斯坦堡到安卡拉，就是花了5-6小时。对，然后现在是早上6:50，等一下7点要去吃早餐。来看 Dorothy 在干嘛？她在美美的补妆。我们在博物馆前面。
吃鸡肉料理，他们都会有薯条，然后 lento 的汤，然后都会配沙拉。先上洗手间，可是这里上一次要十里啦。早上九点，就是今天热气球没有飞嘛，然后我们就回来，然后吃早餐，然后现在想说到处拍一拍，等下九点半集合，然后漂亮吧？哎，刚刚没有录，没有。我想说你在哪？我这要拍照片的话呢，这个地方可以拍照。可以那件。嗨，我们回饭店了，我们有换房间，因为昨天那一间实在是太暗了。等一下要吃饭，可是我想吃泡面，因为我觉得我在这边饮食习惯没有很接受。还有一个很可惜的消息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办法飞那个热气球，就今天到了当地了，然后才说刚才打，然后临时取消，然后。
后明天的话呢，是因为在车上的时候，导游就有说就是确定取消了，所以我们可能会去延保试试看，有没有机会。我们要去土耳其之旅。对，蜂蜜，花栗树，那个哦，栗子。我们在棉包开夕阳。做个素材里，我们来看 Dorothy 走路。以前刚才滑倒了，医学你还好吗？我现在先上岸了，因为我的指甲整个翻起来超痛，现在真的超痛，我就真的觉得而且还石灰岩还卡在里面，所以弄不出来，因为我不想再翻我的指甲。然后朋友他们还在下面拍照，我在岸上等。现在夕阳很漂亮，只是痛到没有心情。你要给我们 room tour 吗？好啊。哦，哎，大家，我们还有 view。哇，这是什么 view？ 哦，停车场。你又要不要吃？硬吗？可以啊，不会。及格，及格，及格 ，pass pass， 可以马上睡着的那种。去了。
Do you want shower? Jump in shower? Yes. Okay. Shower. Shower. You say yes. No. Okay, no. One. Three people, Uno. Right? Two. Separate, dos, separate. Tres. No, no, no. Three people. Uno, dos, tres. One.一对韩国母女用韩文跟他们讲话，见证人。然后我们现在来体验喝土耳其咖啡。Of Apollo. Oh, the sun god. You know Apollo? The sun god.爱情海的夕阳。
我们吃完晚餐回到饭店也洗好澡了，然后呢就是现在是晚上10点多吧，然后已经超级无敌累的，然后明天早上又要6点起床，所以我们想要早点睡觉。这是我住了5间饭店，哎，但是我没有换一间房间。OK， 反正六晚当中最喜欢的一间饭店。哦，吃完晚餐去逛超市。我刚买完了，全部都是 chips， 结果遇到了同团的姐姐，然后我们跑来另外一家超市再买茶。McDonald's。是吧？together
in a proud mood. It's all a feather, different kind. We were living through the pain, you were never once sober. Cut the cord, it kept us connected. Blacking out the mirror where your light was reflected. All of our lives were never found. We used to feel like a blob.超级无敌拥挤，我们要找明信片可是找不到，但集合时间只剩十分钟。Dorothy 在先洗澡，然后呢，我自己一个人出来，现在有点黑，有点凉，来去超市就好了。好了，家，我已经把行李准备的差不多了，没有办法 stand， 现在要快一点，因为我们同团的哥哥姐姐们找我们去。喝酒，等一下啦，等一下哈，好好，大一些，大一些。你的朋友就要让他们不会感觉到的话就是我的朋友。站在路上，我就边走边写，然后写了明信片，但是字超级无敌丑的，所以没关系，就这样吧。
进去清真寺。要包好。OK。水的，没关系。明信片，还有一个刷毛巾。太阳好大呀！现在在塔克星广场。我们在马豆吃冰淇淋。这一餐的中式餐，我先跟各位讲。太夸张了，这个中餐。你要做 catwalk 啊？就走过去，走过来的啊！赶快，在土耳其的，除了垃圾，我们大机场啦，我们要回家了。哪里？珍珠奶茶，拜登。